Hello， 我又来了，是不是都睡了？我这会才准备睡，然后来给你们打个卡啊。这个果冻啊，就是你们什么时候睡，什么时候喝就行啊。一定要在睡前喝，喝完以后一定记得喝一杯温水啊。喝的时候把它尽量嚼碎一点啊。果冻啊，79.9还是给你们发酒喝啊。这个果冻啊，还是79.9给你们发酒喝。就是你们便秘特别严重的，肚子比较大的，或者是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啊，都可以去拍的。我自己呢，喝了是从5号开始，然后喝到现在掉了有5.3斤啊，5.3斤，效果真的是特别棒啊。有需要的你们一定去拍啊，